去啊。哎，你咋跑这儿来了？我问外面的人，他们说你在这里面。不是你跑这里面来干啥？这里面全是猪。找你啊。啊？找你？你在这里干嘛？我给他们做标记啊，我身给他们身上，给他们换个新的发型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我给你换一个。这猪不会打架，他听得懂啊？啊？他听得懂啊？猪不能和我说话。不是你给他化妆吗？搞得那么红。化妆？我现在给他化上。啊、哦。明天早上。啊、哦。今或者说今天晚上凌晨2点左右。啊、哦。就是他们嘎掉的日子。你这是催命符。差不多嘛，只要被我画上这个，他就得搞。哦，好吧，猪都没见过啊，你家没喂的哟？没见过这么多猪，这有啥多的？这里面过去全是。咋了？要带你参观一下不吗？因为我觉得这体格跟你也差不多呀。什么玩意儿？体格和我差不多？这玩意儿体格比我壮多了。不是你来啥事儿啊？哦。咋了？你一问我找你是真的有事儿。啥事儿？你让我想一下。哦，给你介绍生意。你给我介绍生意啊、哦？啥生意啊？大生意。大生意。哦。干啥？买腊肉。买腊肉。啊、哦。谁要？你管上谁要嘛？人家买嘛，就什么？你只认钱嘛？你还认人呐、啊？就不管谁要，你不卖是吧？多大的单子？20万？你就没有2000？我以为是多大，哎，不过也是单子，大单子，客户。来，老板，来吧，来，我们往那个，你去我办公室，来，走，哎，这边行，这边行，走走走，老板，走走走。你有病啊！走走走，我们去办公室里边喝茶边闲谈。来，走啊，这里面全是猪，不得了。哎，你看这个猪，比你还白一点。哎，你一天到晚在那多的。喂、哎，你看他比你白。哎，来来来，雷老板，来喝口水。不是你这在猪猪身上弄了半天，你洗手没有？没事，干净的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吗？喝嘛。我不敢喝。揍你的，洗了的，喝你的。啊，洗了吗？洗了，你不然我刚刚出去干啥？真的是。不是雷老板。咱们来详细的谈一谈，你这个生意咋来的呀？介绍的呀。啊？介绍的。不是你又不卖腊肉香肠，谁介绍给你呀、啊？我给你介绍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来这么生气。真的是。啊，抱歉，你老板。就是，你是不是爸爸宴？啊？爸爸宴。啥爸爸宴？就农村里面摆酒席的那种，摆在。啊，酒大碗。哦。啊，我知道啥了。就是我的姑父的外侄女。然后谈了个男朋友，那个男朋友小舅舅他们在做那个爸爸宴。不是，你听，你让我捋你啥？我姑父。你姑父。的外侄女。的外侄女。谈了个男朋友。他男朋友。的小舅舅。不是你这咋？你这我们也跟这人家叫小舅舅。不是你这咋认识的呀？啊。就吃饭呀。哎呀。明天吗？还是什么？就这两天吧。就这两天。啊，行。那这样，
为了表示感谢，我请你吃饭。发我不吃的，是我回去的。不是，就说你回去啊。好。你不吃个饭？还吃啥饭呢？待会儿咱们俩俊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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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俊哥，俊哥高级。就是啥？我家有个事，真的是。行吧，那你坐着玩一会儿，我去把这个收拾好。你先坐一会儿啊，那水在那儿，你自己倒啊。